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ina 朱小姐，今天来到长沙湾的永康街77号，和大家看环回中心。超高楼底的华丽大堂给人感觉非常有气派，大厦设有六部的载客电梯，分别三部是高层电梯和三部低层电梯，亦都有两部的载货电梯的。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单位，建筑面积大约有3483尺，有简单的装修。门口入到来的左手边有个有来去水的茶水间，落地玻璃，楼底非常之高，大约有4米，做了一个的玻璃房。地下用了简单的地台油，这一间房上手用家是用来做货仓的。大厦的设计是落地玻璃窗，加上高楼底，所以单位的采光度是非常足够。采用了独立的分体冷气，无需要担心假期或者收工后没有冷气提供了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参观单位，欢迎联络我 Karina 朱小姐。